我就说有一种情况，大家是不用在意的，因为大家都会拿到做了胸部 CT 拿到报告去看，看了报告以后呢，报告上有写的很多数字，有一种数字是大家不用关注的，那个数字是给医生找结节的位置。比如说有经常有病人拿着报告问我，呀，医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我的结节长大了，长得很大？因为他说他看到了一个括号，什么100几、105、240几，他说是不是我的结节长得这么大了？啊，告诉大家，那些数字不是结节的大小，在括号里面写的数字不是结节的大小，那是标定的结节在 CT 影像上的位置，是告诉医生怎么在这个 CT 上去找这个结节的，而不是结节的大小，所以对大家没有任何信息。那个是给医生看的，医生拿到报告以后看一看这些数字，他打开 CT 打开电脑就能马上能找到这个结节的位置啊，所以那些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别看那些数字很大，其实根本没有跟结节没有任何的关系啊，所以不用担心。